各位，明日之后又出了新动作啊！我们来找路人来测试一下。双人 A， 他就这样走了，羞啊！我们站在门口来测试一下好了，看看有没有人理我啊！一起来转圈圈，哎，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带兔头啊？我再站一下，就这样从我身边跑过去，我的腰开始疼了。有没有人跟我玩一下？再等一下好了，中午吃饭时间人应该很多啊。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就这样走过去了。有多赶路啊？决定带回我的兔头好了，这样子应该比较讨喜一点。来吧，来一个，随便来一个路人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没有来转一下圈的吗？这个人停住了，他是不是想？他折回来了，折回来了。他站在这边，觉得有个人站在中间很奇怪啊，拿出棒子，看我可怜的样子。他就想转身，在我身边这样来回、哦，他发现我了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？转过去是怎样？我往后退，我是塑胶哦。算了，我们直接去里面找人家来报好了。来，随便找个人，看要找谁哈？找谁哈？不然找这个冷冰冰好了。来，转个圈，转个圈。冷冷，他消失了他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应该是会比较好抱的。来，我先准备好动作啊，等人家跑过来的时候我再按，或许这样子才会被人家受到注意。来，他注意到我了，但是他还是跑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别笑，真是害羞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们准备好动作，然后等下一个走过来。来啊，有没有人啊？已经过了三年了，三千年了。三万年了，有一个像恐龙的路人跑过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四千年了，等下跳过来，来挥手一下。哎呦，新动作终于抱到路人了，我站在这边已经八分钟了，终于抱到路人了。天哪，这个动作太好笑了吧！我录个片八分钟，你们看可能才三分钟就结束了吧？好，要转到什么时候呢？来，我用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转到什么时候？转吧，哎，我就不放手啦，给你放手。我转很久啊，刚才的腰都快断了我。哦，挥手是不是？好，感谢你，我终于拍到片了，感谢你，先这样啦，各位，谢谢。无论超级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的反常。我初恋的平常，初恋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当。我天赋从某个特殊，轻浮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经过了艺术的停住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擦肩而过。不如半个人，称自己战神。位置还没站的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，啃住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废他玩的真。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画三个粉。